至奢华，来相约是婚纱，原本未肯嫁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还害怕保证的说话，如果提前愿意，明天成为历史，留低日子，和你会否一致？你会否意预备鲜花？着礼服求婚吗？戒指戴在无名指吗？尚未完全懂吗？未到婚嫁，如效法经典主角跪我的脚下，继续幻想吗？这叫做幸福吗？太喜爱问原因吧，互咬一下，如下次来迎娶的密码，愿留住戒指。是让我考虑接受你的好意，被你看穿难期待下一次，偏渴望约定选嫁衣，未来问多次，若然你决定停留犹豫位置，你会否继续热情尝试，总会令我不这么理智。求婚吗？戒指戴在无名指吗？尚未完全懂吗？未到婚嫁，如效法经典主角跪我的脚下，继续幻想吗？这叫做幸福吗？太喜爱问原因吧，互咬一下，如下次来迎娶的密码，愿留住戒指，暂时让接受你的可以，被你看穿难期待下一次，便渴望约定选嫁衣，未来问多次，若然你决定停留犹豫位置，你会否继续热情尝试，总会令我不这么理智，再试一次，再想多次，